哇，好贵啊。今天是男朋友一定要舍得韩式拌饭，没有男朋友的可以请闺蜜动手，配菜用炒的或是用开水烫都可以。韩式拌饭真的是简单到有手都能做，虽然很简单，但是总是给人带来无比的满足感。韩式辣酱要加点雪碧调和一下，味道才会更好。把配菜整齐的码在饭上，倒上酱汁，搅碎，戳破蛋黄的那一刻太治愈了。快去做一大碗和你爱的人一起吃吧。